的这一路上是要闪瞎问讲是否或立嘎仔问讲开车跟小情侣吻的一样认真呐、啊。热恋的小情侣终于忍不住亲亲你的小脸颊，亲亲你的小嘴巴，抱起来再亲一下，一轮爽到上下。有来相恋会买，你现在问我太早了。我可以容忍他很多奇怪的行为，就比如说可能用手沾口水去挖另外一个女生的耳朵。汪雨伦有对我做过这种事情，花心什么的，大花心是他的事啊。尽量不要从耳朵去认识一个人啦，我觉得认识人还是从他本人。未来的事很难说啊，不过你们这样逼问下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发展空间的啦。人家应该，毕竟人家是个男偶像，你这样会让很多少女心碎呢。我蛮爱撒娇的一个人，对啊，就喜欢把头蹭人家身上的那种。所以你是喜欢大奶吗？我蛮喜欢大奶。你飞。